啊、我哋今日信息咧就是、让圣灵嘅活水永远涌流。当所以当新约圣经写出去嘅时候，根本嗰啲门徒发觉就系佢哋所一向信嘅，就唔系话作一啲新嘅事情出嚟。当时佢哋起初嘅时候就系耶稣所讲嘅门徒就讲俾佢听啦，跟住后来保罗就传道，佢就写书信啦，写俾嗰啲啊教会啦。咁然后咧就系嗰啲门徒咧就写呢个四福音，佢就将耶稣所发生嘅事讲出嚟。当我哋知道耶稣，虽然我冇见过耶稣，我冇见过耶稣行神迹，但我知道耶稣系活着，因为我有客观嘅证据，圣经咁多嘅证据，同埋有经历性嘅证据，我知道我今日可以经历神，真系好多人经历神，奉耶稣名可以赶鬼，并且我知道耶稣真系行过神迹，我冇见过耶稣行神迹，但我知道佢行过，所以我有信心，好似一个人喺度面前坦嘅，我一样会为祈祷。我不知道神会做什么工作，但神可以叫那个人起身的，神有这个能力的，即是我们要相信神凡事都能，并且我相信耶稣真的曾经行过神迹，所以我知道耶稣是真神，而且他真的将活水给你的。你想不想有这个活水呢？但发觉很多人呢就好像圣经所说的，即是好像这个妇人，这个妇人的反应和今天的人的反应是很不同的。当耶稣说关于活水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很不同的。嗱，我哋再睇一睇個經文先嚇。我哋應該遲啲再睇下耶穌講之後咧，佢嘅反應。咁耶穌咧，首先就話啦，佢如果你知道神嘅恩賜同埋對你講俾我水喝嘅係邊個，你一定會早求他，佢就會早俾你活水。咁耶穌講咧，就講到呢個 living water 係活著嘅水喎。但呢個婦人咧，佢就唔知道，佢就誤解咗，以為講到普通嘅水。但他这里耶稣说的就是，首先就是你知道神的恩赐，神的礼物，神给人的恩典有多大。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很大，我们就会感激神。哇，神真的每天都是有丰盛的恩典的，是吧？你发觉当你疲倦的时候，当你心情低沉的时候，你望下周围的花草树木，听下雀仔叫，是很舒服的。这个都是神的恩赐，在自然界的恩赐。当你肚饿的时候吃东西真的有力量，这个神的恩赐。但是神最大的恩赐就是耶稣基督救我们，赐给我们永生，并且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感动我们，改变我们。神的恩赐是很多的，所以我经常都感谢神。我知道神很爱我们的，每一个神都很爱的。我们知道神的恩赐这么大，还有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就会早求他，他就会早将活水给你了。这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说求耶稣，耶稣就会将活水给你。只要你有这个心渴求神啊，我想神就一定将这个活水给你。那这个妇人呢，他就误解耶稣的意思，他说这个井这么深，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，怎么可以拿水呢？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起这个井更大吗？那耶稣就跟他说了，第十三节耶稣就说了，凡渴舍水的人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就是世上的东西你喝了仍旧会颈渴，世上的食物你吃了仍旧会肚饿，电影你看完之后你仍旧看完不满足，就算世上的爱情，当你有世上的爱情的时候，心灵里面仍旧不会完全的满足，因为爱情不能够满足人的心灵的深处，唯有神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。即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，世上的东西不是真的满足到你的。那你就会说，这些东西只是给我们生存的。很多人就追求这些东西，其实一只狗就有饭吃，一生人就有饭吃不饿死。很多人就追求好碌碌碌碌，就说我有钱有生活，难道人生存就只是有饭食吗？但是神能够将这个活水给你，即是你里面涌流出来的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神将这个活水赐给你。很多人因为他不是真信耶稣，所以他回到教堂之后，那些人说他的生命都没有改变，他一样是这样讲大话，一样是这么不开心，那他们就以为耶稣不真。但其实耶稣是很真很真实的。在我初信主的时候，我都未认识圣灵充满，但牧师就说你可以赞美神，我还好记得很清楚，在跑马地行成和道，在走回家的时候，我就一路行一路赞美神。我就发觉 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行路的时候一路赞美神，即时神的喜乐就来到，即时神的平安来到我身上。所以当时牧师问我，
你點知耶穌係真啊？咁我話俾你聽，聖經有好多證據，同埋咧，耶穌真係賜喜樂平安嘅。喺嗰陣時我已經講，咁我發覺咧，當我讚美神嘅時候咧，就時時都有喜樂嘅。我哋縱然失信神，依然係可信，因為佢不能背負自己。我發覺咧，就算咧，我有疏遠佢嘅時候咧，當我一祈禱咧，神嘅喜樂平安真係嚟到。我好清晰記得，我喺讀大學嘅時候，有時好忙好忙。在很忙的時候，其實我們都應該盡量每天都祈禱看聖經，就算很短的應該都看的。那我試過記得很清楚，有一天我就在那裡，就是在很忙的時候，我就拿聖經出來看祈禱。我很記得當時即時神的平安就降在那個房間裡面，即是神是很真的，祂的活水是很真的，祂真的會來到。我剛剛呢昨天跟一個人祈禱，那個人是很不開心和很不舒服，祂祈禱禱已經說，哇，祂說我真的覺得很平安很舒服，即神真的很真實的來到我們身上。尤其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我就更加發覺神的活水是很真實的。當安卡羅為我按手祈禱，一按手的時候，好像能力好像電流一樣湧入來。在那陣子，即可以說我形容是百感交集，是全部都是好的。即時第一個感覺是很強烈，是被愛的感覺，即是立刻覺得神真的很愛我。即時我的眼淚就飆出來，是 很強烈的湧出來，是並且開聲的喊出來的，開聲喊出來，很感動很感動，神真的這麼愛我，還有神的喜樂、神的聖潔充滿我的心。是即是我說原來神真的，祂的活水是答應了，昔日答應，今日一樣在這裡。而我記得屋企嘅時候，我呼求耶穌，我翻屋企仲一路中意舉隻手一路讚美神。我翻到屋企嘅時候，我呼求耶穌，主耶穌，我一呼求咧，即刻神嘅喜樂就湧流，我就發覺哇，真係好啊！我以前咧祈禱嘅時候，我都感覺到喜樂，但唔係好似嗰一次咁嘅樣啊！一叫耶穌，神嘅喜樂即刻嚟到，我話哇，乜咁好嘅？即係而家祈禱會咁好，好似上個禮拜 Alex。你即刻經歷到神的能力，我希望你生命改變。你真的改變了，神啊，我將我生命交給你，我聽你的話，神你就祝福我。神超祝福你，超乎你所有的一切，超過你自己去追求的，你想要的得不到，但你追求神，神就給你。你要愛神，神就給你。神上一次給你賜給你的能力，今日亦都可以。當你真的是神啊，你赦免我的罪，因為我沒有聽你的話，我要悔改。當你聽神的話，神的能力就來到你身上。我發覺很多很多次，神所答應的活水永遠沒有講大話。真的很多人祈禱的時候，我為他祈禱的時候，他真的經歷了神的喜樂平安。你都可以的，是每一個人都可以，因為神的應許，你早求他，他就將活水給你。人家看這個地上的水，有些人喜歡看電影，我自己好記得，當我以前睇電影嘅時候，我而家都冇睇電影啦，除咗基督教嘅電影之外，我仲記得我睇完套電影行出戲院，一開到門閂場，即刻有一種好空虛嘅感覺，或者落幕啊，即係嗰套戲一完咁啊，咁咧即刻啲燈啊開翻啦，啊即刻借先嗰個故事嘅嗰啲幻，即係嗰啲啊好美麗嘅圖畫，或者係一個好美麗嘅愛情，或者好。很激動的動作片，當你看的時候，哇，很興奮，很興奮，很緊張。跟住一完咗之後，跟住一開燈，冇曬嘅點解？一都冇曬。即係世上嘅嘢唔能夠真係滿足我哋，但係我哋去追求啲嘢嘅時候，你發覺你嘅心靈仍舊空虛嘅。但係當你有耶穌嘅時候，你真係會心裏面被神改變。如果你而家聽到嘅時候，你自己同神講：你話神啊，將呢個活水而家俾我。耶穌即刻給你，你說耶穌，我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因為我沒有尊重你，你將活水給我，你真的回應，你不是只是聽完道祈禱，是你現在你就說耶穌，將這個活水給我，耶穌即刻就會將這個活水給你了。